阳光总在风雨后，阿塞拜疆巴库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赵瑞永远在中国身边。我是阿塞拜疆巴库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艾菲尔，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尽快战胜这场灾难。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我的第二个祖国，伟大的中国加油。我们阿塞拜疆人都支持你们隔离病毒，不隔离爱。冬天总将会过去，春天定会如约而至。中国，我们支持你。